17号，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玉任玉平评点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全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实现同步，主要呈现以下四大特征：一、从过去四年看，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仍然快于 GDP 的平均增速；二、从人均水平来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人均 GDP 增速。三、从城乡协调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第四，从收入来源来看，来自服务业的收入保持比较快的增长。